小桶，小桶，是你在跟我说话吗？是我，我不仅会说话，而且还能给你带来好运。这张卡里有100万。你只是一只猫，哪来这么多钱？这种来路不明的钱，我可不要。哦，我最好的朋友刚刚病了，你给我这么多也换不回来他呀。小桶，听我。你出什么事了？多位爱猫人士带猫回家发生意外。怎么了，陈？你不贪财，你是我见过第一个不贪财的人类。我朋友前几天说捡到一只猫，今天就出事了，是不是跟这只猫有关？你是不是跟我朋友的病有关？哼，谁让他贪财呢？这张卡里有100万，留了你，我以后就是有钱人了。小桶，救我！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要害我朋友？因为你们人类都该死。本来我只是一只普通的猫，自从他发现让猫拍视频可以赚钱后，一切都变了。来，给我老铁刷多点礼物啊！圆子脸还可以更圆哦！啊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很圆啊？圆子给大家拜个年。这还不算，为了更加博眼球，还让我在28楼的栏杆上走猫步。哎，猫从32楼跳下去会不会死啊？各位想不想知道？来，给我老铁刷点礼物。然后圆子从32楼上面跳下去，但其实他很早就准备好了一只和我一样的猫，骗大家我没死，靠这场直播赚了一大笔钱。而白白死去的我，没有人会在意。只要你帮我一件事，我就把你朋友救回来。什么事？你是谁啊？我是你的老朋友圆子啊。圆子，他不是死了吗？是啊，我死得好冤啊！我只是不会说话，不代表你可以随意结束我的生命。今天你不给我个交代，我是绝对不会回喵星的。看看我杨子的分手，能不能饶过我，放过我吧？你把我扔下的时候放过我了吗？你想我怎么样？我要你公开在网络上道歉，告诉大家我的死因，并且永久关停你的账号。好，对不起，是我骗了大家。原来在被我从32楼扔下去的时候就已经死了。为此藐视一个生命是我的错，我在这里给大家道歉，给原子道歉，我将会永久关停我的社交账号，对不起。哎，那只猫呢？什么猫啊？就是你捡回来的那只啊。哦，那只啊，今天早上我一觉睡醒来它就不见了。对了，你听说了吗？今天早上一个虐猫博主坠楼了，吓死我了。